大家好，除夕快乐啊！今天是除夕31号了，现在下午4点，我们去柳州把对联贴完之后，现在回来贴家里面这些对联。除夕啊，贴对联，年年贴。哎，这上面给我做漏水了。我那边贴，我就这样子一磕上去就得了。一磕上去，磕啊磕啊啊，这怎么写？啊，柳州话。小的是工作室的，大的是门的，然后两还有一副小的也是你妈那里下面的。来呀、啊！看了吗？好，一点点偏。没问题，一帆风顺。哦，到处都在打炮，下雨还能放吗？他们晚上也到我们了。哎呀，刚刚好，就你们说会挡住开关，我是量了尺寸来买的。对头。先压紧，再撕，正常。太黏，不黏的话就觉得不黏。搞了，这边这部呢？厨房没有了不？厨房就是一张红纸不？嘿，扫把干的还是湿的？干的湿的不要。湿的也不怕。不要。两边拖出去。搞那么假干什么？好，来了不？一帆风顺，看到没？嗯，好，富贵平安，好运来，吉祥如意，福星到。好、哦、那个一二三捞它，直接砍上去就得了。哈，吓他一跳是吧，像放鞭炮一样。过年了，贴完工作室贴大门，不是大门，现在下雨没法贴，贴那边房子的门先。哦，好，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哈，顺顺利利的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好，这个是年年在那边吧，你从这边读过去，你这个是上联，那日不是上吗？先日后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我要管他，还有我在哪都一样的。哎呀，肯定要补，麻哥干的活不用补就不叫麻哥。站好，妥了，妥妥的，像点样子了不是吧？像过年吗？跟过年差不多哦，本来就过年了。小的人都不用抬杠。回来了呀！我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他不回家过年。我自己也是小表弟不回来，结果又回来。小表弟的话你不能信不？哇，那个大骗子，专门骗我感情的。说好请我吃螺蛳粉跑了，结果变成请我喝奶茶，那个骗子，大骗子。把那个门关上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多一头，多一头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小顿论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对称，完美 perfect。挂哪？挂在电视上啊？挂在这里是吧？你也不够高。小顿论够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开什么玩具车？五短身材干这种活。好，漂亮，可以去拜拜了。哦，大年三十，我跟你说，农村其实过大年三十啊，很热闹的，只是今天下雨，大家看不到那种热闹的场景，不然的话，现在已经早就闻到那种鞭炮啊、烟火的那种响声了。现在我要下去拜祖宗，拜拜。走，那我们这里的地方的习俗啊，我们现在下去阿婆那里去帮阿婆贴对联，然后我们要拜拜。下雨了，哇，阿婆这里真扣肉，你看，啊，舒服。那这个先拿到你家，过来，有个这边要跟拜拜祖宗，走。哎呀，年呐，过年呐，今天不下雨的话，真的很热闹，一下雨麻烦。哎呀，看看我丈母娘这里在做什么好吃的。哎呀，看看是不是真扣肉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塞，
管他那么多。哇塞！啊！很响。哎呀，今年过年的话，吃晚饭这边又吃，这边又吃，吃两边。耍江湖。这个楼梯那么直，好像上那个爬那个九十度的坡一样，没有没有九十度，也有八十多度了。好，OK， no problem， boom， 漂亮。好了，这个对联已经贴完了，灯笼也贴完了，二哥那里也贴完了，现在放鞭炮。今天下雨，风调雨顺。对，嗯，好，怎么都可以讲。贴完对联，拜完祖宗，点完鞭炮，做晚饭，祝大家除夕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呀，这里也刚点完鞭炮，准备吃饭。彪，没有啊，大哥叫吃饭了，先吃一边，走，先吃一边，等下又来吃这边。彪，是我啊，是我啊，是你啊，彪。鸡巴腿哦。哦，我那边也有大鸡巴腿，我先去那边吃先。哎呀，嗯，看小邓人不回家，还好我今天上去，我记得找你用啊，不然你一个人在上面吃螺蛳粉。小伦伦哦，青春的，白切鸡、扣肉、青菜、鸡汤、排骨啊。你跟我做啊？嗯，好的，来去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阿文姑吃饭。哦哟，有那几元？对对对。那那你也吃一个大大的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吃吃吃进去，吃进去。这个是肉，这个是肉，慢慢吃，不着急。来，除夕夜祝大家快乐啊！我们吃饭了啊！耶、yeah, ，加油！啊，有排骨，有鱼飘飘。年年有余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除夕快乐，加油！耶、yeah ！新年快乐，快乐！嘿嘿嘿。妈妈快乐！呜，新年快乐哦！嗯，好，走，吃饭了啊！来了，又到这边了。还去穿新衣服了。又到这边了，来快坐下来吃饭，快点吃饭了，哎，快点吃饭了。哦，除夕的饭喽。哦呦，鸡鸭鱼虾火锅，吃饭喽，走了。嗯，吃饱了，祝大家除夕快乐哈。从丈母娘家打包一点那个，我们这里叫做油角啊，谢谢大家支持，祝大家除夕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耶，拜拜。